大家好，我是威朗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原本这个家人呢是要去泡二子山温泉哦，但是因为最近一直下雨，下了三天的雨哦，所以那个河床的水啊非常的大哦，所以就不能上去。因为我们这个紫雅干溪呢，你只要下雨的话，它就会暴涨。那很多人因为这关系呢，所以卡在上面，需要直升机救哦，所以我们就不上去了。那我们现在干嘛呢？我们今天带大家去打猎，去看看原住民的狩猎是怎么样一个方式哈。那现在呢，我们就要出发了。好，后面背的是我们要吃的食材哦。底下好好介绍这个背容给大家听哦。那我们就现在往下走。那看到这个小溪流啊，它的水已经暴涨这么大，它那个溪流原本是没有水的哦，那现在呢，因为下过雨，所以就暴涨很多，那也寸步难行哦。那如果真的去二山泡温泉的话，它要过七次的河，所以那七次可能会非常的惊险哦。所以我们就改到一月底。那如果1月底、1月30或31有朋友想要一起去二山温泉的话，可以在下面留言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进入森林里面喽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呢，这个队伍呢就由我爸带领我们去他的猎场哦。因为寒假呢，大概从10月到2月这段期间呢，就是狩猎季哦。那二月之后就要把它收起来，就没有再来上来看陷阱哦。那今天就由我爸、还有我妹、还有我。那我们以前大概从国小开始就跟我爸上山了哦，学习这个原住民的狩猎技巧。那现在我们就有了。长大之后来一个组合，看会蹦出什么新花样、哦、新火花。好，下面就往前走。你都干不住吗？你都啊？你都干吗？你这个伐木的路。可以种山姜，跑掉了。对啊，你看，踩的，在这边种的，就拉到这边来了。你看，那路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沿着这个我爸开的山径哦，一直往上走。那这个山径呢，以前原本是日治时期他们运送这个电信用品上山的时候，他们的开的一个路，以前是可以骑摩托车的。那后面日治时期他们日本人退出之后，这边呢就没有再开路了，然后就变成一个荒野。那我爸就上来这边变成他的猎区这样。那原本巡视猎区呢是大概三天或四天就要看一次，或是你有做一些比较特别的梦。那这个梦呢，我等一下请我爸告诉你们是什么梦哦。那你做到这个梦或者三四天呢，就会来这边看一次哦。那我们这次上来呢，我爸已经玩了三天，他玩了就是一个礼拜后才来看他，所以有些东西刚前面看有些东西都先跑掉哦。那我们现在去公寮放东西。休息一下，然后我们再去往上看。好，那这个后面呢，就是猎人的五星级公寮，我们大家看一下。哦，它上面是用帆布盖的，然后旁边呢就用那个帆布把它遮起来，因为防风哦，那就不会很冷。那等一下我们去看一下这个内部的构造，因为以前比较传统的时候是用茅草跟木头盖的哦，那现在。比较方便，因为这个帆布很轻，所以把这个帆布带上来讲，我们去看一下里面长什么样子。好丑哟！
哦，这个就夸张啊，这还有血管。好、哦，我爸因为旁边我们盖工厂的时候旁边也掉了水哦，那我爸就把水管拿上来做一个哦，做一个接水的地方。啊、哦，是不是非常厉害？那后面这个呢？这就是烤山蚕的架子哈、哦，那下面是木头，然后那个山蚕呢分解完后就在上面烤，然后烘干，然后把它带下山。那我们先把东西卸一卸，休息一下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铺这个晚上睡觉的地方哦。那这边可以睡大概四五个人左右。那我记得我第一次来的时候，我们是7年前啊、哦。嗯，我第一次来就是7年前，然后来这个猎场的，那时候还没那么高级，那现在变得很高级哦。还有接水管的那个水龙头，超酷的。好，那我们等一下先整理一下这边的那个东西哦，然后我们等一下马上呢放的就要去看看那个陷阱。这个是他酱就是我的牌，有人把枪，嗯，你看这两瓶两个人，好，谁要带？好，那我们刚才把那上面刚才盖的东西呢，就是这个晚上要睡的那个帐篷啊，或是地垫啊，或是防潮垫。那还有后面这个呢，就是我们要做一个山蚕烘干的一个烤炉啊，我们看一下。那这个下面呢，哦、晚上我下午的时候这边会起火，然后就，晚上可以给我们做那个温暖的，然后可以烘肉这样。然后这边就是第一层，哦，比较深的放在第一层，那比较干的就放在第二层了，就是我们这一个传统的一个烤那个烘肉的一个烤炉哦。那我们上山的第一个步骤呢，就要先把这个开山刀给它磨好、哦、因为等一下可能会使用到，然后就用这个磨刀石把它磨尖一点，磨尖锐一点，因为一段时间没用的话，它就会有那个锈斑哦，那就砍不了东西这样。好 ，OK， 三刀流。现在呢，因为我们刚到工厂是中午时间，那我现在就来一道。干拌面给大家吃哦。加饭肉，那我们在山上呢，其实是蛮简单的这样，那就用罐头跟这个面条呢拌在一起，
看这个辣拌酱，我们让它香一点哦，所以加多一点，然后就把这个颜色哦，面条的颜色呢，把它带出来，不像专业的哦，哈哈，还有比赞哦 ，OK， 它像这个香味啊，那个辣拌酱啊，跟那个肉酱哦，因为它接触到面条之后，它就会变热哈、哦，然后就会变，现在就非常的香。OK， 好，这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台式哦拌面就这样完成了。那等一下呢，我们这个狩猎小组呢，四个人就把这个这碗分光，哦，还有面香。嗯，我先偷吃一口。哦，就一个动作而已，赞。好，那我们先分吧。哦，很香，我的面干拌面很香哦，快吃完喽，香嘞。好，那这个面中餐呢吃完，这干拌面吃完哦，那等一下大概休息五分钟，我们就要开始去看这个放陷阱的这个猎精哦，看有没有什么收获，那我们就等一下见喽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呢就离开这个猎寮，那准备去看这个陷阱。是吗？东走了。第一门。好。看到。走运。怎么样？他往上走。往那边走，对，往后走。好，那过去的时候呢，这个猎区呢，它的划分是非常的明显的，就是你的家族呢只能限定在哪一个猎区打猎哦。那现在因为这个传统的这个祖训啊，已经被很多人遗忘哦，所以很多人都会重复到别人猎场打猎哦。那我们就会做一些记号，那告诉他们说不能到这边打猎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呢就往上去看这些哦陷阱没捕到猎物。他踩到这边来。他没踩到陷阱，三柱从那过去，对，踩到这里，嗯，他没踩到踏板，哦，那我之前在这边做这个生态调查的时候，那这边原本是一个老人家的一个猎场，然后这边呢最多的动物什么就是山猪，因为这个地形很适合山猪居住，那这边就很多山猪。那我们今天主要呢是希望看可不可以抓到山猪哦。那其实就沿这个主要道路，然后
侧边都会放这个，如果猎径的话，有冬竹的话就会放这个陷阱。看什么？好，现在有种东西，我们去看什么东西啊？啊？什么东西？山猪啊？不会。看什么？看一下，有味道，我要去看。山猪啊，山猪，山猪啊！对对，山猪。你活的吧？死的。不是，这不是山猪了。那什么？三枪。三枪。哦，三枪啊。这。不是，看起来就不是。刀给我一下刀，哎。哪边的？走，在你后面。再见，下午。嗯。那什么东西？怎么卡在里面？不是，我看是什么？这好像是山猪，没错。山猪啊，那个毛不是山猪吗？很大只呢。掉了，这个山猪冲掉。好，所以刚那个山猪就臭掉了哈，因为你看，其实它，前两天夹到啊，如果你太慢来看的话，它就会马上腐烂掉啊。看，山猪的脚印，插进去哦。有吗？什么东西？没有，水路。没有啊，山猪啊，不会不会。好，那我们刚刚就沿着这个溪谷一直往上啊，然后要上到这个林线，然后看这个陷阱哦。那刚刚上来看这二十几门当中打了两只哦，那一只是山猪，那一只不好说。好。那第二只呢是比较完整的，那等下就回去把它解剖，然后烤干，然后带回家这样。那我们今天上来两天，然后一天是走这个左边这边山脉，然后明天走这个比较更远一点的哦，会有看到水路的一个山。那为什么要爬到这里呢？因为这边非常多山猪哦。那这个中海拔的山呢，跟高海拔的山不一样哦。那高海拔的山的话，就有很可能可以看到云海啊，一些大景。那中海拔的山呢，它的独特之处呢，是你可以看到这边的哦生物跟植物植被的多样性哦。那我比较喜欢爬这种的，虽然比较累啊，不像那个白岳啊那些步道，因为这边都是泥巴路，所以会比较难走一点。那我们就继续往上看一下，这最后三十门有没有其他不一样的动物哦。好，那我爸刚刚转上来这个水路的俱乐部啊，他们的游泳池。那我刚才听到，奇怪，怎么会有小狗的叫声？结果不是哦，是一只大的水路，他刚刚就往那个陷阱里面逃过去，但是没有踩到这样。那我爸看他的身体是非常大只的，大概跟一头小牛一样那么大只吧。哦，他就往那个方向走。好，那这边就是这边的这个水路的一个游泳池哦，小池跟大池。哦，那这个这应该是山猪的、啊、因为比较小，那这是水路的池子这样。好，那今天的这个看陷阱的行程呢到这边结束、哦、大概六十几门啊。
那个插好再把它拉下来哦。这个有弹力的哦。啊，轻的，轻点，轻点。嗯，对对。好，你追啊，不要叫，不要叫。追。放在这里，这里还要冒烟。这个猎物大概60公斤跑不掉，非常重，很沉。那我们先去把它背回公寮，那我们走吧。蛮重的，很久没有被猎物了，感觉是一个女生在我背后背着，你要不要跌倒？后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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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刚才说过公寮要干嘛，烤肉啊，烘肉哦，所以等下就把这个猎物呢做分解。那我们先去喝水一下，休息一下。
那这样子呢，就分后腿跟前腿哦。那我们先去洗一洗之后然后就把这个肉呢放去那个烤炉上烤哦。对对。还是薄。吹像我们吃的，你自己没吃。高嘞。哎，我。哎。哎。啊，这是我们刚才抓到猎物的肝哦。哎，一片看不到。你这是点结缘保证哈。嗯。看谁呀？然后我有吃，我刚吃，还吐血。每天要过点钟这个。嗯。好，那我们就住在我们家要睡的地方啊，就是一个五星级的。哦，猎寮，看一下啊、哦，四周围都有围住，那边等下会有火。呀，头不要削尖啊！然后就沿着这个穿过去哦。是一个简单的烤肉串，老铁们双击点赞哦，就放在那旁边。哎，一根。笑嘞，笑什么 ？OK， 好，那就这样子慢慢的给它火烤，大概哇，哇，肉掉了，大家早！哇哇！哦，早安呐！大家早！现在是第二天的早上7点多，我们现在准备早餐。猫猫躺在睡觉。嗯。嗯，现在就要用刚刚在生活用早餐哦。那等下吃完早餐要去看另外一条路，哦、我们先去灌洗一下。
好，那来这边拍这个影片呢，第一个要看是昨天那个，就是那个水路的池子。那第二个就要 来找我爸说这个，有人知道是什么吗？这个不知道是民国几年出产的一个米酒，那当时是卖16块。那为什么会出现在这边呢？因为之前呢，这整片山区呢都是日本人在伐木哈的一个山区，这样，然后很多人都上来这边。那日本人退出之后，然后很多的原住民打猎哈。那这个米酒应该是当时伐木的时候遗留到现在的，它的标签机不见了，看一下。这算是一个历史文物哎，已经50多年了，差不多吧。没有写几年的，哦，蛮酷的，50多年的米酒在这边，然后还没有那个挥发掉，陈年老酒了，里面还有一些那个杂质。好，我就给它放在这边。这不是人挖的哦，这个是大山猪挖的，可能是这里的山猪王哦。他就挣扎的时候，然后就这个地方全部都被他挖掉这样。那我爸说他本来瞄他的时候，他就跑掉了这样。给大家看一下，这个范围很大哎，比我们昨天的公牛还要大，这样子一大圈。那那个山猪，这个山猪应该超过100公斤以上了吧。猎人智慧，哎，猎人，哎，你们解释啊？这个水可以喝？可以喝，很甜。确定？确定。来，我摄影师。很甜的吗？看，这样怎么喝啊？哇，有木头的香味，认真哎。好喝，你看这个窟窿，它应该是雨水滴下去，然后这边就这边去沉降是吧？它的那个杂质沉淀下面，所以上面的水可以喝，也是一个生活智慧啦。哦，我们去往下，好，到我们停车的地方了。那我们等一下把车东西放到车上之后，我们就回家盥洗，然后晚一点再煮这个羊肉乳，哎，煮这个三层给大家看啊。两条线嘛，好，那上葱。